其实很多时候车这东西呢，真的趁年轻能追求就追求了，心中呢也不要有太多的杂念。有了车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跟没有车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管你是什么车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行。因为当你有了家庭之后呢，很多东西真的身不由己，你顾及的东西会很多，更不要说追求了。